可惜，英台是女红妆啊。梁兄。
公的前面走，我的在后面要干嘛的？哪有？未曾见过鹅开弓，哪有鹅叫得出来？不见鹅对你笑哈哈，他笑你两声，这下可该死。既然我是单鹅，莫叫我一开，小心！
唉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
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道理。
梁山伯他休想与我住家里。爹，女儿与山伯同窗三载，情投意合，是马家的婚事，女儿万万不能从命。我已将许配给马家，遂成定局，万难更改。来人！把小姐关回房里。老爷，你何必发这么大的脾气？等我再慢慢看他吗？啊！从要从，不从也得从。送小姐回房。银台，小姐，银台，银台啊！你赶紧起疑心，去跟蓝公子退婚吧。啊！你爹的脾气。你是知道的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是答应吧，啊，娘，难道女人就得该如此卑微吗？我也没办法，女儿，听娘的啊，早点让自个放宽心，忘掉他吧，乖，小姐。我这就去准备纸跟笔墨，让你捎个手信给南宫。娘。色色，今夜彩虹双。
云台，四九。我不到黄河，心不死。